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其实早就不是梅先生他们那个时代了。中国京剧200年的历史，南旦都有这么高的地位，为什么我们不发展？现在这种环境啊，你想它振兴，我感觉不可能。我罗京在这边上弹的啥？嘚，吧嗒，高矮大小应该还。我演完戏之后，我说：“哎呦，这是女的呀！”